咦，子敬，你睇咩咁入神啊？哎呀，耳煙啊，你都知噶啦，我哋成日都要參加啲興趣小組咁。而家又咁鬼多興趣小組，有中文，有英文，有數學，有通識，有地理，跟住有呢樣嗰樣 N 咁多樣嘢，簡直都唔知點樣令人選擇好啊！係喎，都未報名添。啊，就呢個啦 ，IT 學會，我最愛啊！咁你咧，諗住參加啲咩活動啊？咁多選擇，我唔知道揀咩好喎。你有咩好介紹啊？諗下先。你唔係包都有跳開舞嘅咩？就揀翻呢個舞蹈小組啦。咁就咁決定咯。好。咁你咧？你諗住參加乜嘢興趣小組啊？你打算參加什麼興趣小組啦？咁你咧？你諗住參加乜嘢興趣小組啊？你打算参加什么兴趣小组啦？有咁多嘢拣，我都唔知道参加边个好。你有冇好建议？有这么多选择，我也不知该参加那个好。你有什么好建议哦？有咁多嘢拣，我都唔知道参加边个好。你有冇好建议？有这么多选择，我也不知该参加那个好。你有什么好建议哦？你不是不嬲都跳舞咩？咁就参加舞蹈团啦。你不是一直在跳舞吗？就参加舞蹈小组吧。你不是不嬲都跳舞咩？咁就参加舞蹈团啦。你不是一直在跳舞吗？就参加舞蹈小组吧。一于咁话啦，就这么说定了。一于咁话啦，就这么说定了。喂，嘉宇，听说最近你和慧儿做了好朋友喎。是啊，我们成日都一起做功课和温书的。只是做功课和温书？是啊，不是还有些什么？就是什么咯，你们一男一女这么好朋友，一定有什么的。什么啫，我们这么小个不会乱搞这些东西的。你不够胆而已，你不想吗？是男仔都想的啦。都话我哋咁细个，唔会做埋啲咁嘅嘢咯。你唔好乱讲啦。喂，慧儿啊，你今日唔系约咗温数学咩？哦，咁你俾心机练习啦。你哋咁认真，啦啦队冠军一定系男社噶。好啦，拜拜。系男仔都想噶啦。咁想啫，可以控制噶嘛，唔系想做就去做，要谂下后果。你唔够胆啫嘛。要证明自己够胆，唔系用呢啲方法咯。你哋一男一女咁好朋友，一定有咩嘅？更何况我同慧贤只不过谂住关心对方嘅生活，想佢每日都开心。如果加埋呢啲嘢，万一有咩事？会令大家好烦噶，唔可以噶，唔可以噶，我仲有好多嘢想试，唔单止系呢啲嘢，我唔可以为咗一时嘅冲动去冒呢啲险。喂，慧儿，哦，好啊，咁我叫埋姚俊熙啦，咁听日一齐搵两十本书啦，拜拜。Trust. Thank you for not giving up.
friends